好，来，预热良好。 10年，粮食产能稳定提升，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.3万亿斤以上，农业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，乡村产业蓬勃发展，脱贫攻坚全面胜利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取得积极进展。我国森林面积34.60亿亩，居世界第5位，人工林保存面积。 13.14亿亩，居世界第1位，累计完成造林9.6亿亩。10年间，以水电、光伏发电、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行业硕果累累，成绩斐然。从广袤无垠的沙漠戈壁到辽阔壮美的海洋草原，中国新能源行业一步一个脚印，稳中求进，推动能源转型。 这10年，嫦娥揽月，祝融探火，西河逐日，北斗指路。我们以一次次胜利出征，一次次巡游苍穹，将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越来越大、越来越远，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，见证了我国由大向强的铿锵步伐。 这10年，大国建设者以创新之力，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。